老子不是送你去考了吗？啊！哪个月还得回来的？我掏钱。捣锤子！捅哪儿过个大圈！我哥没找着呢。我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哥他掉到崖下去了。我们沿着下游找了一个月，要活着早就找着。人没找着就还是活着。你捅锤子！牧场河的水打转转，人下去就捞不上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要见人死要见尸。 要是人真没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，我一定要找到。你，老板，我们可以里应外合。反正你要抓奸犯，我可以当你在司牧场的眼线。你。